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杨帆获得开球权。经过中午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观看2022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海口博蒙站 TV 台的比赛直播。两位球员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左边的是杨帆，右边的是对咱们的这次比赛的承办方啊，朱蒙。比赛依然是抢九，10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重球。这次咱们这个所有的字幕啊，包括一些这个标识显示的地方，经过一些调整之后，哎，很鲜明啊。对，左边先画面下方啊，比分、开球、青台、青台，包括第一阶段的双败、淘汰等等，介绍的非常清楚，大家一目了然。而且颜色呀，跟咱们的大师赛的这个底色深蓝色也是相得益彰。两位球员呢，杨帆大家都很熟悉了，朱蒙呢是来自北京，没错啊。也是之前打过斯诺克，打过斯诺克，也从事过一些台球上面的一些这个评论的工作，哎，评论直播啊。前段时间我记得好像是英国公开赛还是哪个比赛，斯诺克，在一些其他的相关平台好像，朱蒙还有跟这个北京的老将陶山呐，对，一块搭过啊，解说一些斯诺克赛事。我觉得这个是有好处的，包括。这次啊，我们来到这个海口的博蒙台球俱乐部里边啊，也是看到场内的一些布局非常的好啊，是的，很规范。包括我们两人现在这个解说间啊，然后我们在解说间里看到一些相关于台球上的一些文化啊，包括一些青少年培训基地的这些牌匾，哎呀，这个我觉得非常好。是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台球人啊，我可能。不在我原来的城市了，但是我去新的地方之后呢，我继续传播台球文化，对，我觉得这个是好事。而且呢，有了属于自己的平台之后，更能彰显自己的专业，对，很好的事情。朱蒙有比较强的这个斯诺克的功底啊，对，咱们看一看他的这个思路以及状态怎么样。您接着说。你就像说，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聊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呢，我们担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后继无人。哎，后继无人什么原因？没有青少年的后备力量在衔接，对不对？是的。就像国家的一些乒乓球队、羽毛球队等等，台球也是一样。那我们这一代的老一辈的这或者这中老年的球员退役之后呢，是不是有一些年轻球员接上来呀？对，是吧？而朱蒙，我觉得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挺好的。我也希望那个借咱们这个平台啊，稍稍的这个呼吁一下啊，就是所有。从事台球相关工作的人啊，如果您有这个资源，去做一些青少年这边的一些培训，甚至于说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大中的院校啊，去做一些夏令营、冬令营，我觉得就特别好。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但是往往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说贯彻的就持续下去，特别的好，一直到现在。对，有机会一定要尽量的去做这些事情。说话间是已经变成了一个14的左上，但是这个气流太近了。太近等于说你这个低杆蹬边库就不能太低啊，要小心。好球刮到一个薄边，那左下方还需要准度啊。看准度吧，对。哎，好习惯对吧？有经验，有经验的人对吧？我一上来有点收紧，或者是气氛怎么样的啊？这个我。站起来，再调整一下啊！不错啊，重新的入位对吧？再打。朱蒙胜，比分1-0。从选择呀，包括一些稳定性啊，看来确实是不光是在这个场赛前有一些工作要做，那么也没疏忽自己的这个比赛的能力啊。对，熟练度可以。
第二局朱萌开球。好，看一下第二局啊。对，前面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接清啊。嗯。那么炸青炸青现在炸有了，哎，左下方啊，一个非常不错的运气进球啊。嗯，哎，我们这种是属于非常规啊。对，来看是不是绕一圈过来的啊，上方看五号，但这五号呢还不是正常的去走那种三到四库进带，他撞了一颗球。对，看一下加杆啊，长岛斯诺克的球员呢一般加杆使的都还不错啊，要不要有机会去轻轻顶一下黑八？好，滑过来，但是没摸到啊。或者说这个二号球右边够下，不用去 K 的话，那么低杆等于少了。但这个局面上，他有两种选择，至少、嗯、对吧？你是顶还是滑过？对，这个就是基于自己对于台泥走速的判断。是的啊，那这杆呢？你提前这么说吧，提前没有把二号解决掉，可能会后面增加一些麻烦啊。是的，因为能看到这个点位，它跟二八之间衔接还是需要做一些细致的处理，嗯、比如说绕开啊，不要碰到啊等等啊。哟，这球中单没进。你看这颗球，他选择这个一号，其实可能在更高段位的选手来讲，他可能会选择把力量稍微放一点，我弹库，对吧？嗯 嗯, 嗯。而他选择就是我轻推，对，啊、拿力量去拿捏这个。有点求稳，哎，反而呢就增加了这个失误的几率。对，因为是这样的啊，你求稳就代表说你这杆打的不是特别的坚决、啊、嗯，来看看杨帆右上方先防一杆啊。那这个球二号是有挡吗？从我们这画面感觉二号还差不多啊，只是说出白球可能会稍稍有点麻烦，比如说大力的话会不会避开这个黑八啊？因为这个球上方花色太集中了、嗯、而且挡了你好多带口的位置。好的，不着急啊，往带口先运一杆啊。九号右上十四中带啊，九号应该还不错，高杆还可以顶黑八。并且这次呢在近一个月之间啊，又看到一些相关的运动员的消息啊。怎么说，杨帆应该是有到这个风之队是吧？是的是的，然后参加了前一段时间三亚这边的一些集训、啊、哎，甚至于说感觉有一些名头要挂上去了，嗯，比如说风之队队长、啊、队长，对啊，就大家心目里觉得在整个风之队里边杨帆的这个荣誉啊，包括个人的一个年龄啊，资历、嗯、资历，对，都还是能得到大家认可。嗯，我觉得这个对于杨帆本人来讲是个好事儿啊。嗯，啊，左上方右上十五要不要中高杆去顶一下啊？有这个角度。好的，避开啊，避开的话从左边来看，左边十号包括十二都可以叫同带啊，这球也不需要你去吃库去往外勾一下，你要勾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勾走啊，不要贴住，就是说力度要稍微重一点，勾稍微正一点，最差呢右边有十五号中带可以去衔接啊。好、啊、这样的话十二号到中间了啊，那还需要再来继续的十五十一下来啊，基本上十五停在那儿啊，或者往上登一点点。干吧，就这个局面其实他已经算是解开了啊。对，无非就是找一个稳定性更高的更有把握的一个交位方式，对，用最简单的方式完成这个清台就好了、啊、少一些失误率、哎、对对对、啊、好，轻轻推一点点左塞的中杆中高杆都行啊、嗯、白球不要往右边走，哎，还是向下角度，不过还好啊，八号两边都有、啊、嗯，你是直接比如说推杆啊，从左边过来，还是说下低杆从底库往上叫左边底的啊，都是 OK 的。
小搓，对，而且很明显的一个右赛、啊、嗯，第二局杨帆胜，比分1-1。第三局，杨帆开球。果先 OK 啊，看看二号，挺懂事啊。同样啊，跟朱蒙前面的一杆炸球是一样的，左下角。是不是也同样二号？哎，绕一圈有没有碰到、啊？看一下，好，两库、三库、四库，标准的一个两侧的两角这样的转上来的，嗯，一个底带球、啊。朱蒙那是直接过来，哎、中间还被踹了一脚，中间撞了一下。好的，单色看看能不能选得到红三，是不是要直接上手打？下方倒是可以打红一，没有问题。哎呦！阿蒙这个真是啊，规矩啊，这个我是突然之间稍稍明白您的意思啊，他正好坐在这个位置，杨帆的这个视线啊，其实呢，因为怎么说啊，就是咱们因为场地限制，能看到这个场地可能我估计能有25平方左右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场地限制，所以有些时候你一动这个。球员会很敏感，对啊，对。但是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大家就是说很习惯的一些礼节性的，就是我在你正前方你要打球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让到边上。嗯，尤其打斯诺克球员比较多，这样。那台球不光是一个竞技啊，更多的是一个自己的个人修养在这里。没错啊，而且上来是个定颜色的三号球，嗯、所以说很关键啊。给朱蒙的这个行为啊点赞，一个借力，有这球14可能有挡三啊，就挺怕这种，对吧？就是你打来打去，对。杨帆的想法挺好，嗯、对吧？争取把对方就挤跑之后，能他贴到库边上，对，就怕这个顶到在口之后，等于这一杆并没有完成一个啊解决所有问题，你还得再去调整，对。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一旦涉及到借力了或者大力 K 了，它就有一些变数在里面。嗯，好，继续下低杆往上一滑，主要留向右的角度啊。对，有这杆稍多了一些、啊、多了点，对，少一点的话，正常低杆横过去，红三就可以打左上方了，对对对，它意图已经很明显了。没错啊，那么这杆球既然这么薄啊，来看一下低杆还能滑过去，还是想着还是想贴着黑八、啊、对，从八号右边过去啊，这种看控制吧，难啊、嗯、这球速度还说不能说太快，但是还要有点低杆效果。好的，刮个薄边也可以接受啊，也就这样啊，也不错了、嗯、左上方推进力度轻的话，黑八就是中带了，力度稍微重一点可以弹顶扣再下来，这个场景啊，左边呢是这个杨帆，右边是跟随这个多年一块练球的小学员、啊、赵汝亮，赵汝亮，好球，第三局杨帆胜，比分2-1，开球清盘。
第四局王朱蒙开球。犯规。在这个运杆的过程当中啊，皮头是碰到了白球，这很细微的一个动作啊。我们换这个击球权，中带有球进，三号十号。左边开球线，上方再过来一颗，没问题，一球进带，三球过线。到这个局面，可以选择单色球入局了。到这儿，如果现在打四号，白球是有机会往上啊，奔着一号这边的小球队的方向来，是有向上角度。所以到这个局面，其实多种选择。你现在可以打，你打五上去，拿二再调一号球下右下，是吧？包括右边，你从这个缝隙八号球上方这个缝隙当中去叫这一都可以的。他找一个最保险的方式，要去保这个三号了啊。这个球正常保的话，五号是没办法叫到右边的三五同带的。一定要搓一点低杆右塞才可以。镜头也是给刚才朱蒙在自己冲球的时候，这个杆头碰到了白球啊。对。错失了这个冲球权。哎，这个杆法拿捏的力度合适。好的，右下方继续。感觉还是一点点，可能角度也有啊，不是很大。那中低杆继续向上。争取说往上多走一点，如果不合适就先把五打了，是吧？那最后再去调也行。因为至少上方的空间是宽泛的。对，不强求就一个轻推、啊、对。偷一点带脚，带口很大，合理的利用带口去叫一些角度，尤其是中带。第四局杨帆胜，比分3-1，开球清场。
第五局杨帆开球。再炸啊，看杨帆左下方，哎，又来了啊，五号球啊，左下方底带，白球有点靠库边，看看是不是，哎，还是一个左下方最角边上的这个五号球啊，转了一圈，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三杆啊，这个杨帆两杆，然后朱蒙一杆，对，他左下角这边跟两个人真是啊有缘分，挺懂事儿。哎，这次的击球权的显示变成了一个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小条啊，哎，在这个3-1比分三的左边有一个小横条啊，粉色的球权显示。对，以前比如说我们有过这个球的这个标识，有过箭头的标识啊，嗯，这次又做了一些改变。好的，左上方一打一 K， 哎，底带还有吗？这个15这边感觉有点挡带口啊。好的，左下方一个反角，啊，能否打进？哎呦，这薄边 K 的真是不错。没进的话，六号球右边中带是有下的啊。这个球七号后面也是难处理啊。看看啊，朱蒙上来也是有看啊，直接有没有想法？比如说轻轻的推，刚好过14之后叫七啊，啊叫一个向下角度的七，然后再发力的低杆吃底裤再上去，不然的话这球后面难也很难。你是对啊，你如果现在不是抱着这个进攻打，你到后面防人家带口守俩，嗯，甚至说右下方这两颗10跟15，人家一贴，对，是吧？你更被动。嗯，中带没有推进，这样的话13啊，上方那个右边中带是有下的。很着急，肢体语言，对，刚才中带的表现是不满意，能感觉得到啊。就因为怎么说啊，这个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张指导，就这杆球朱蒙可能想的就是我挡带口，挡带口，对，哎，没有贴住啊。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真的是好久没有打过全国性的这种大型比赛了，你一上来再加上 TV 台，你比如说你平时是可以打到70%-90%的能力，嗯，在这个里边可能30啊也就这样了，对，你打不出来球的，你经常会打完之后下去就聊天，啊，今天没有发挥出来，这是最常见一句话，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偶尔打打小比赛啊，或者好多长时间没有去打比赛了，那你就不会打得特别好。这比赛压力跟正常差太多了。对，为什么说要参加比赛？其实不光是跟人竞技，关键是认清自己的水平。真正在这种全国大赛里边，你表现的能力是你最好状态，打两个对折，所以说战火中去磨砺出来的这个素质啊，包括心态，绝对是不一样的。有压力的对抗呢，才是能力，才是对抗。就跟那时候我天天跟一帮小伙伴，他们打不过我，我好称王称霸，觉着自己怎么样，一出去之后发现，那人家都是爸爸。一出去之后你发现打全国比赛怎么样的，你会摸不着杆了，或者说你上去你想的这一盘球啊其实没什么大难度，但你打打你发现你白球不到位了，或者打打某个球你就感觉，哎，这球我没有信心了。以前就觉得，哎，昨天我跟张三打还行，挺好，状态挺好，那我约勇哥，约张指导，被拍了之后就觉得，哎呀，我怎么今天这怎么那么差，生气。其实不是说人家怎么样，是对手变了，对吧？你跟着另外一个小伙伴打，他可能老给你机会，你老打，你越打越开心，是吧？你跟着一个强者，人家不给你机会，那你就可不是就憋的吗？对吧？对，最后憋没电了，就这种。而且你很难在这个比赛里边发挥出像我说的，哎，对对对，是多少？
第六局朱蒙开球。白球这个位置会稍稍出杆，有些小麻烦，影响一点。对，好的，超级薄的中袋啊，顶六号，借球停球嘛。这个位置给他 K 进去。右上方十二号跟九之间，左上方十，这球要打十二的话，手架这还有点麻烦。对，小心，带着低杆直接横向叫九啊，把最难处理的这个九号先搞进。对，好的，叫到之后有一点角度，正常的中高杆蹬边库起或者往上轻轻一推啊，吃边库弹起来，白球最好是别贴库啊，不贴库的话你十五左上方还能打，贴库的话只能往前推了，对，往前推你就不好叫十的左边中带了，所以这种球有些时候是有一些连锁的东西在里面，就是角度跟贴库。哇，这么强，第一杆下来顶十五了，十四没有撞到啊。这球如果说刮到十四还真是不错，但是现在是没有撞到了啊。其实，在打之前，杨帆有一个小动作，就是摇了一下头，感觉这个角度也并不是很理想。如果勉强的把上方都处理掉，下方这十四，哪怕说咱们不想着说不 K 球哈，对，十四左下方叫这个位置也是特别难受，你没有更好的衔接球了，对，索性那就先尝试着强拉杆过来 K， 但这么说吧，从实际效果来看挺勉强的，这球确实不太好 K， 不但要打进，而且说要下低杆，下低杆可能还不太够的话，你还要刮一点点右塞，吃到边库之后呢，向下角度变稍微大一点。就有可能会奔着十四这边来刮，因为这种反向低杆过来弹边库，用旋转过来去 K 球，需要你对于台泥走速、球台库性，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感觉才行。对，好的，朱蒙上手了啊，左上方打进一颗，看来，还影响不大啊，前面那杆开球的这个碰白球啊，那么右上。哎呦，这个打了之后呢，二号两侧顶带是没有了啊，这个角度很关键啊。继续低杆，蹬过来，二号右上有下啊。那看这个球，怎么来衔接左边的四啊？比如说，调翻中，翻中是一个选择。对，低杆往回一退，好的，兜一杆，没有带。没有带到右下方还能拼，有这球看能否去推起之后呢，左边黑八轻轻一顶，这是最好效果了，对，正常推下也不要加太强的右塞在里边，就奔着黑八轻轻一撞，打的有点厚啊。那么翻中还是拼四，这球要是奔进攻的话多数是翻中带的，就是说孤注一掷了啊，就不能太去想别的了，要不打四下来更难啊，差了一点点啊，翻的已经很正了啊，没事啊，坐那儿不动就行了，因为场地太小了，你绕来绕去有些时候倒是有点麻烦。对，对，哎嘿，没进，哇，这球有点失误了啊。那么五号球右下角啊，这杆法控制得好，不要掉左边中带啊，横向的较上方底带。
那这两杆球，一个五，一个四啊，对朱蒙来讲，他都打光的，需要点能力的。对，有杆法，有准度，还没打进。那先把左上十四打了吧。啊，这个位置确实还是后面用处不大。对。正常的蹬边过起就好了，杆法也别太低。好的，叫到右边，看白球，应该不太正，角度有点偏大。偏大的话，正常中杆蹬下来就奔十一使劲了，然后十一再来调十五。好的，主要留向上角度啊。嗯，咦，多了。推 K 吧，哎呦，这球你下低杆奔着五号和四号去，所以说，要不要推 K 一下黑八跟十五这个位置啊？就正常下高杆啊。嗯，单边会往外兜啊。还可以，我继续的中低杆，右边中带打进啊，一点点左塞吃顶扣，直接叫一个黑八下方底带就可以了。好球，第六局杨帆胜，比分五比一。第七局杨帆开球，这个安球炸得多正了。嗯，左中进了啊。对，过线的球次也够。这个看到杨帆这炸球啊，忽然想到咱们前面这个在第一场比赛里边聊了几个开球比较好的球员啊，嗯，把他给忘了。其实杨帆在开球上啊，他代表了一个小时代。对啊，三球过线的时候，三球过线的时候，这个杨帆的开球啊，炸的人没脾气啊，一点招没有啊。后面我们在这个一些研讨会里边，2017、2020对吧？嗯。都是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说应该是因为杨帆的一些开球导致的，我们做了一些赛制上的这个规则的改变，变成了后面的四球过线，对吧？这也真是很少有因为球员去影响到一些赛规的改变啊。因为那个时代，这个杨帆开完球真是你就等着他清台了，大多数啊，绝大多数啊，因为那大概几年的话，其实郑宇国也是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啊，对吧？打的也是非常好，但是一点脾气没有啊。郑宇国在开球上是没有先手球，对啊，经常打完之后要等着杨帆去清台，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杨帆三球过线，拿了好多冠军啊。本来呢想的是鼓励进攻是吧，让这个比赛更流畅，没有、哎、结果咱们的球员太聪明了。你马上就研究到了这个规律。嗯。啊，
四球过线，别看这是增加了一个球，但是这个还是真的，天壤之别，真的是有一些难的地方。好，低杆弹起，哎，到这儿了啊。四号角度有点大啊，左边中带低杆横向在顶十五。整个中场没有对方的防守队员啊，这球打起来会感觉有点难。说实话，打的稍稍的处理球上是没什么感觉太好的办法。对，你看这七打进了，变成一个拼二号边库，然后边库还需要去发力的从上方再下来啊，就要求你不但有准度，还要求你有一定的这个杆法在里边，是线路得拿得准。对，但好在呢，刚才咱说了，你把这顶开之后，整个中场是没有任何障碍支持你的这个跑大长线。好的，又是一个低杆奔十二来了，哎呦，真危险啊！这球，那么加杆吧。能有没有一定把握可以挂一点右塞啊？这球就是杆法首先是要够低的，挂右塞呢，把这个吃库向下角度变大，直接奔着这个大概十四这个方向来啊，或者十四号下方这个位置来。来了，好的，这种职业球员的选择，就咱们现在流行的话说什么，就是可以输球，但不能输思路啊，不能输杆法。哎，第七局杨帆胜，比分6-1。第八局，朱蒙开球。好的啊，再来看朱蒙，炸球啊，并没有球进呐。看看左上十号球推进十二，右边中带角度如何，哎，有没有向下去顶一顶六这边啊？目前来看感觉有点直，或者是向上的，不太像是向下角度啊。所以杨帆这边又在量啊，量到一个大概十一跟六的缝隙，是不是要九号继续保左中？那这个球能下球其实都挺难的，能打进十二再说下一步，是吧？好球，好的，进了啊。九号球的左边中带啊，为什么没有说十一呢？感觉十一有点咬。九号球啊，非常要求准度的一杆啊。
穿插出来。是的，碰一下，这肯定是再碰吗？不在自己设想之内的。这球 K 两 K 啊，所以难就难在这个穿插上。对，碰就像您说的，碰就有风险。嗯，而且有两 K 是吧？两碰啊，但凡 K 球啊、确立啊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对对对变数在里边啊。它改变你原来这个球局的位置了，没办法勾一杆啊。犯规，那么看这个五号球左上方啊，高杆能顶空三的下半边是最好的，白球弹起来，顺势可以交六，哎，好的，但是顶很正啊，变成一个双击啊，双击呢就是六六六的这个意思了吧？应该。啊，最近没事跟朋友在打球，经常会有一些这个。习惯性的用语出来，现在啊，这又改了啊！以前是双击啊，扭扭扭，现在叫什么、三连啊啊，是吧？三连、三连点赞什么乱七啊，换这个了 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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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点赞、关注加转发、啊。哎，对对对，叫三连是吧？咱这个、哎，咱这个点赞行啊，关注行，转发这个，除非这一段视频给截下来了，嗯。看左上、下低杆了，发点力。好的，我准我怕谁？对，哎，我准我怕谁？二号啊，要不然你这个黄一正常往前打，还需要打一个灯杆，叫二号的左边带口啊，左中左上，对吧？要不然你说你低杆拉回来，你也难受这球。你看这球。真的是挺难打的，哎，又到了一个十一号的选择啊，角度也合适啊，从八号球上方横向去调下方的两颗花色球。杨帆这杆失误，那朱蒙好机会。你是四一二啊，你是四二一啊，这都行。嗯，大大方方啊。对，不然这个幺二你就高杆两库，对吧？轻推的话看角度要，因为什么？因为要向下了，你又要往上去，对吧？就是很别扭，我感觉啊，那就不行，就再来，要不然你就勉强一个轻轻轻轻的一个推，对，也别相求了。往往这种时候就是幸福来得太突然，是吧？就没想好的时候就打了。好，左上方。好的，有点多，不要再走了啊、左中还能打，有这白球危险啊。是，好，擦一擦白球啊，也就是自己主场啊。哎，球台一看，哟，我知道到哪儿。对，老板，我懂事儿啊，我懂事儿啊，这个绩效我得拿。是的啊。能否稳稳推进？嗯，可以。好球。第八局，朱蒙胜，比分2-6。
第九局杨盘开球。三球没有球进，开球失球，开球失机。对，朱蒙那边呢是之前有一个冲球，啊，白球没打出去啊。皮兜碰到白球，换球权。那这回是杨帆一个开球失机。继续接打吗？稍等。啊，这是开球失机，做到这个比分上面的一个小绿条啊。看选择十二号。哎呦，这杆啊，我说推伤士气啊。那这种球的话，就是定颜色，首先定颜色就是关键球啊。再一个不难，还是啊，就是比赛打的少，这种球失误就是比赛打的少。你说朱蒙打不进这球吗？我都不相信，对吧？打斯诺克打不错的球员，就是打不进，纯是比赛打的少。就是在这个强大的压力面前，你是否能够把自己练球的能力去发出来百分之多少？就说一个，就是灯光，就跟你平时球房灯光都不一样。哎，好嘞，还有两个这个摄像机推着你的面前去了，对，是吧？左上方四号球啊，看一下这个方向是不是能蹬过去啊。好的，继续啊。七号球下底杆横向边过弹，你可以叫二，够不到打二号再绕吗？不，你就得拿把加长把，哦，拿加长把。好的，加长把也可以加上啊。是，哎，这加长把是不是有点较长啊？再看看 我们来瞄他一瞄啊。哎呦，这个还别说啊，同时我还看到一个马甲有点肥，这个好像不是杨帆的自己的马甲，我感觉是租的啊，因为这个背后的图案太熟悉了。对，我们组委会经常会租啊，这个就是赛场应该200还是多少，然后你租完之后你可以退还，对，押金退给你，没有其他费用，就是一个押金的问题。哎，在比赛期间，因为有些这个球员呢，或者是这个非专业性球员啊，会忘带啊，或者不愿意带，那我租给你。好，左中中杆再蹬下来，红衣就直一点，稍稍立点杆尾就好了。哎，多走点就不怕这种球，没错。这个要是打完之后呢，变成7-2的一个暂停。暂停，对，调整调整。第九局杨帆胜，比分7-2。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朱萌开球。朱萌冲球，2-7，比赛是抢九啊。嗯，好，中带进了啊。看看有些落位，花色左边14，右上方有一个6号的单侧带口。单色，对，选单色难点就是这3，对，花色因为这个9号的位置呢有点被3号牵制啊，是，而且有点半贴库。好嘞，我换一个啊，换一个黄衣，轻推下来，力道力，有这球太多了。嗯，这样的话7号右边没有啊，红三呢可能还稍稍有些难啊，看一下这杆啊要不要翻，直接翻中，突破了啊。这样的话看看2跟4之间的一个衔接啊，杆法稍低，轻打横过来。好，这杆球呢看这个角度啊，有没有想法？比如说一点低杆，然后刮着12号的左边包边往上走啊？哎呦，杆法不够低，还好够。但是白球不好跑啊。这球你觉得呢？现在最好方向十跟这个10号左侧这个花色，就中间这个位置啊。嗯，你看。就不好跑，就在这儿。他打的有点西库。对，其实这球呢，我在问你的时候，同时也在看是不是有咱们同步的这个观众在想这球怎么处理。就是以前有提过很多次，带口球容易出现什么效果？西库啊。对呀、啊，对吧？那么用什么杆法？少用高杆，中杆、中低杆啊，比如说挂上赛。如果说再稍稍的给它打出一些哎，那个夸张一点的这种效果的话，扫库边也可以选择，对，就会避免这个哟，7号球，嗯，这是主场优势嘛，主场优势是吧？听说这张台子是你家的。哎，刚说完，刚说完，张指导也有、哎、也有这个时候吗？是，多亏前面只说了半句话、啊、并没有完全说完啊。所以说这现在流行这句话怎么说啊？人生无常啊，大肠包小肠。嗯，真的是很无常啊。好嘞，低杆弹起啊，右边有推 K 9号啊。嗯，来看这个白球效果，如果你要是停库边了，就直接奔上方那颗边库了。好的，撞上去再下来，还行，15还有一还有救啊！继续的挂一点点左塞，奔着12这边轻轻一顶，不要太多啊。嗯，可以啊，解开。顺势开始啊，比如说我打10也好啊，打左边12也好啊，哎，直接打了个带口的9号。嗯，看看力度啊，这局面比较相对简单了啊。对，咱们再把这话题往刚才说这个右上方带口这颗球，嗯，其实在判断的时候，我为什么这球难出来，就在于它中间有3到4颗花色球，球太多。对，对于朱萌打完这个带口的这个目标球之后，他的这个白球落位的判断，他需要的不是说一个大自然或者说一个相对明朗的角度，对，对吧？我得避让这些球的位置。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第一杆也好，赛也好，甚至说扫库边也好，他所面临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开放的，是吧？各种掩体在这儿，很局限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选手可能就会有点懵，是吧？哪个好像都行，但哪个又没有太大的把握。把握，对。
第十一局杨帆开球。犯规。白球犯规，先后自由球。来看看朱蒙的一个选球啊，左边黄一，右边七，单色肯定是好的。摆直呢，低杆上去先把四交到，你要是没什么把握呢，你就低杆推一点点，用七向上。嗯，能接受。向下角度，嗯，干罚干罚，这还是您说的，就是比赛的感觉，对啊，还是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就是说，朱蒙呢，他现在的这个，就是说，大脑里边他没有说60%往上的去考虑的是球。嗯，他还是其他的，凭着外界的，凭着记忆啊，再去打。对，外界的东西有点多，就是干扰的东西有点多。确实，刚才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去，对吧？点燃智慧的明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没跟他说话。咱们是职业操守，是不允许这个去跟选手交流的。嗯，所以说呢，这个他跟周围的朋友聊，球员在聊天啊，过多少观众在看啊，你的粉丝在说，他也自己在说，就是说这个干扰，就是你会自己主动的去说，好，这个球房是我开的嘛，这次我是主办方，对吧？咱们说直白一点，不要打得太丢人就好了，哎，对吧？这个就是会影响到你的。那反过来看的话，就是说，那我要打得漂亮，是吧？是的。反过来想的话，好，左下方。哎，登坛棋左边中带如何？哎呦，力道有点重。那你这球不薄重的还不合适，可惜了啊！嗯，打到这儿了，再薄一杆。嗯，有打进。第十一局，朱蒙胜，比分3-8。前面又扳回了一局啊，现在是3-8，又到自己开球，这起身这气势不一样了啊。嗯，这精气神啊，士气。哇，这力道啊。嗯，咦嘿，哇，真危险啊，这个左上方差一点白球吊带。嗯，看杨帆啊，选颜色，力道绝对是够的啊。是的。15，薄进1K，白球这个位置，看看右边啊，首先是黄衣右边这个11号，哎，不打了。
先定色之后控一下局面啊。对，一个帮进啊，十四一传，两颗花就停带口，没帮进，而且五号球是有打的，但是这个球啊单色形态挺难，尤其是二号跟七这位置啊，可能黄一都不太够，所以说难点还有点多啊。我看朱蒙要拼吗？要拼的话，五号啊下低杆吃顶库往下弹叫三。哎嘿，走的稍稍有点多了啊，有点多，这球还要打吗？这球还真挺难的。这个局面自己没有这个特别明朗的目标球的话，嗯、自己打的越来越少，反而是劣势啊。不成的话，二号这边底带我觉得可以稍稍的去推仰一杆啊，去做一杆防守，白球贴一下十三这边，还打，哎，我一 K 给你增加一点麻烦啊。效果还有一些，那么看看左边这个带口是不是给他帮进啊？然后白球争取沉底，啊，用七号这边啊，六号这边给他帮进，最好是七。那白球争取往这个黄衣下面放，嗯，就让你这球打起来稍微难受一些。这就像打麻将是吧？利用我的吃碰啊、嗯，破坏对方的摸球这个摸牌的这个次序。对。你不是听了吗？来听了我就不让你摸牌、哎、啊！你不是胡这个吗？看这架势，我先把这些牌给你杠死，或者是这个差上、啊。嗯，但是这一传呢是没传进啊，没传进。杨帆呢左边还不敢轻易动啊，这个三比八感觉是五分的分差，其实可能瞬间就两分啊。是的，一扎一接就两分了。还是啊，左边十二，看力道如何。十一能否叫到？没有问题，叫到啊，角度也非常不错，还够直啊。低杆往上一点就好了，就可以叫九了。后面其实还是在考虑这个八号球的这个处理啊。嗯。哎，八号球处理呢？我们首先来看下面两杆十一跟九的一个过渡。对，那这杆直接影响到了你，是的，叫什么角度，对吧？叫十三叫大点呢，上去奔十四了，打十四直接顶 A 八，对吧？这是一个想法。另外就十三，我叫稍微正一点，打十三向上，然后带一下。其实这十三向上我从个人看的角度来说，我感觉不是特别容易出效果，是，它不是一个特别顺势的角度。对，这样的话就是最后了，嗯。就是用难度球叫难度球或者 K 难度球，就是十四跟黑八。那关键还得看你最后留十四这个向下的角度多少啊。嗯，那这杆往上横向去走的时候就要控制好。对的，弹起。好的，这球需要中高杆的右塞发力 K 啊。不然你想打一个就是很酷炫的高杆西部、啊、那就太难 了啊。好的，缝隙一勾左下方，这个球最起码九十五分了，虽然白球没出来，但是这个角度很直而且很近。它好就好在它打点的这个准确性上，嗯，这种往横向斜向去蹬的话很考验你打点准，但凡高一点你就变成往前窜了就。嗯，那恭喜杨帆获得了胜利。那么稍后呢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是下午的3:50，我们到时再见。好的，我们稍后见。